生命旋律，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，客家宣告神学院录制，米逢主持。爱惜生命。电视上有一个节目，内容是放送观众朋友寄来当神奇的神法录像带，同时对这条录像带先做评选，你选的作品做得得到奖金。有的录像带真金当好收，有的就是没杀人，有的杀本人有哪样一种的感受。还记得其中有一段是一个声音的，唔知系做唔错嘛嘅事，当手里为数到加把青盐条嘅技法，故说佢千千万嘅在书桌头前写遗书，准备用诗来逃避可能而面对嘅结果。破样嘅人，一片协格嘅声音嘅当时嘅情形，一片用讲笑嘅口气来纵弄佢，老佢讲话。我镜头度嘅声音呢？当真经的表示其决心爱死。观众朋友可能一老朴阳的人穷样吃到这个声音的当好笑。总是我感觉到这个声音的当时切望的心情，老相信的决心是真的。在按照穷世多胎的人生过程中，有当多时间按照没穷这个声音的穷样，面对茫茫渺渺的前途，在压力的威胁下，因为情绪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事实上，世间某一件事情是含不过去的。当按照在前往的高楼高地位度闭上的时间，只要转身就走得寻到光明的出路。有某个事情得得按照放弃宝贵的生命呢？在乡下一个充满竞争压力、失败老期望的社会中，一个人哪会唔知爱样板调整自家的心情想法，就请用一本期望的想法来控制，渐渐就会失去生存的勇气。按照老多生意的莫得做唔知，其实压力对一下的生意的来讲，未穷养按无钱。在新闻报道当中，按照看到当年的对入学考试的规则，有的榜上无名的强少年，在失败的打击下，无办法承受压力的自批，或者无办法从自批自家的捆绑中得到释放，故所就选择自杀最安的解决方法。结果不但将自家丧失了体验生活的机会，同时也是热爱亲戚朋友，感觉非常伤心遗憾。其实本业的一批受到欣赏的激发，事业失败，两公婆冤家，非常是生活度到困难，失去亲爱的人，也都是情，全部都是人生可能会度到的困难。不过困难不是代表期望，愿意从困难当中学习经验的人，就做得用千金难买的智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。人虽然无完全，在一般的情况，人都很晓得分辨好坏。不过一个人在亲眼中的伤害之下，会使人心顽强，无足强本人蒙特穷养。假使莫是当个普通天数，记得就亲有可能会做出违反人性的事情。比如来讲，有一个做阿爸的，因为长期无投入，心情不好，又老不用严格，最后他不但想自杀，
同时和老婆娘之恩全部辞掉。有一个学生，因为老某一位教授关系不好，不但抢刺杀，还在刺杀以前，假冲的乱杀无辜的先生同学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，也很勇敢的比客啊。家都压到事情，人都也看得出来，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已经到了腰痛、人生存信仰暗严重的地步。不管自己是顺利，也是无顺利，全部需要注意一个社会在变迁当中向人都发出的威胁。人都一定要先了解一个社会所造成的疏离感，使人老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。虽然科学技术进步，人都做得加到天之有天老千万里远的人同熟悉，不过这种无正式接触的关系，常常是建立在假象的当中。等到彼此真正有机会见面，才会发现到事实老想的有动态的无穷样。天下单身的人越来越多，也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，因为社会稳定的经济差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不但像是大家都有工作，同时男女各有所属，共同建立家庭。故所培养美好的婚姻关系，是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。倘若在青岛国家，对成家的男女有差的家事的保险贴片犹太，因为他们确信对家庭的经营感，为本市场的人贴片生意，爱惜自家的生命。就是说一个人感觉到有人需要他，作为善神神法的通力老勇气。我想是个人常常是在遇到困难的事，他的心度充满负面的想法，因为自己没能力，没人需要他，没人爱他嘞。事实上一个世界上大的人都投资上面的事情懂得，将眼光对自己的困难中晒走，就会发现身边青岛人非常需要别人的关怀。当然人都做得此时只为自己不敢别人的伤心，不过也总只顾自己的生活态度，会使人都的心胸越来越小，生活越来越无神气。人都也做得决定从今以后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在上帝的手中。本期使用恩道来祝福旁边需要关心照顾的人，结果一定会发现恩道不但像做得行出无暗的生活老心情，同时加到生命的分享，上帝也会医治恩道心肝肚的讲不出的伤痛。前一段时间，我是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，有一位传统人的朋友在聚会中休息的时，他起来对大家说，以前是想要自杀，假使有人想要听他的分享，就得在聚会结束后同他沟通。我当欣赏这个传统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，他已经完全脱离他自杀的试探，同时愿意用自家的见证来帮助人，行出喜音的效果。他的分享不能够看到亚世上的王撒旦是不停地在请机会来害人。传统人说在接连将三个生人的以后，心情非常大落，他得到亚哈清流行的忧郁症，他对生活失去兴趣，对高飞神法感觉无意思，对事情充满疑惑。在这一天时间，他总是对别人的反应非常敏感。事实上，当道的解释都是自家乱想的。按样，
其实转移一个封闭的世界地图，除了自家的物，跟哪位都不去，就会做朋友，留做阿妹的经营，既要不愿负担。这种情形有清长的一段时间，这种难怪怪的飘奄奄的想法心情，实际上都死太酸了。不过当地上爱吃食的事，他最小的妹的不愿像天使一样行到他的面前，将花园独开的一类细花送给他，同时老他说他很仰望爱妈妈，给姊妹心中很久以来乱纷纷打结的心思开通了。他男的妹的太久等到千万的时间，还能爱自家有感觉，愿意归乡施恩怜悯人的神，就像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诗人所讲的：“爱的心啊，做嘛个安伤心，做嘛个沉默听，爱仰望上帝，在一拜颂赞祭，祭是爱的救主，爱的上帝。”魔鬼撒旦用保卫的方式，害人到跌落，反思自怜。凡事封闭，凡事逃避的角落各地位，人家要靠上帝的帮助，不好自怜，不好封闭，不好逃避，来脱离撒旦的纠缠。在属灵的征战中，单独一个人是很容易失败的，故说人家需要有强下行的盘，提醒姊妹的团结生活，就是为了互相鼓励互相扶持。一个人跌倒的时节，有一群人做他的后盾，重新起起来，就不会很困难。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胜过撒旦一切的作为，人类不是在跌落他的陷阱中。在主道文地位，主耶稣告诉人类说，我就在天堂的阿爸，愿你的生命受尊崇，愿你在世间掌权，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天上，就像在天堂一样。使我们今天的所需要的饮食，饶恕我们的亏欠，就像我们饶恕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好被我们遇到特重的考验，叫我们脱离的邪恶诈的事，因为国土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切到永远。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什么困难吗？天求上帝教导天地万象向你显现你的荣耀，愿你在神的国土地位亲到永远的宝座，愿上帝的旨意成为恩到一生的目标，因为上帝在他的权柄老心思中为恩到预备了一切，本人就放下重担，用轻松的心老神向下行，愿上帝保守人就的心怀意念，不好被人就独到刺探，叫人就脱离凶恶，用精神的念力来释放己，成为当年的祝福，好好爱惜生命，为主来生活，你会发现在主的背后有爱有归宿，有生命的满足，爱真诚的祝福你。